如果大家都可以睇片之前俾个 like 我，咁就完美啦。我发现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一个类似咁样嘅 post。唔知点解我屋企啱啱装修好三四个月，墙身啲油漆就开始剥落啦。翻油咗几次，仲要用埋防潮漆添啊，都改善唔到个问题。咁点算好啊？其实呢啲漏水问题就咁用油漆喺表面处理，系完全治标唔治本噶。今集我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点样由根源开始做预防工作，防止呢个问题喺你屋企发生。
走之前记得留个言同我嚟倾下偈啊！拜拜。